夫妻两人睡觉前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，你们的婚姻一定会非常美满。第一件，睡前放下手机，两个人可以聊聊天，说说心里话。第二件，牵着他的手逗一逗他，让他乐一乐，也让彼此开心的一笑。工作一天，你能让他在睡前笑一笑，绝对比什么都好使。第三件，紧紧抱住对方，说一句有你真好。第四件，睡前给他一个吻，让他舒心入睡。这几件睡前的小事经常去做，会让夫妻感情升温，既能长久地维持夫妻关系，又能化解白天的小矛盾和冲突。